啊，刀片准备好了。哦，是不是画错边了？我看一下里面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 ？OS 300，帅帅帅帅帅，好，来喽，开箱 ，OS FT 300，好，木金燃油双缸引擎，木金的300级。大约是50cc 的排气量，一台以前的小绵羊 Dio， 但是 Dio 是二行程，我们这是四行程的哦。那六级大概就是 1cc， 所以300除以6等于50cc。开箱喽！这个呢，我是从日本的日拍，请友人帮我代购回来的。OK， 等一下我要用双手把它抽出来，很难抽出来，有点沉重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黑色的原装纸盒，我再用这个拉出来试看看，哇，单手拿真的有点沉，我可能需要锻炼锻炼了。好，我也是第一次开箱，我没有看过里面。这个我买的时候其实心惊胆跳，因为呢，我之前遇到朋友有一次自己从代购网站下标的日本的商品，结果呢到了海关却不能运送到台湾来，那结果发生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代购，他不能代管，他的时间一旦超过之后，他就被放弃，变抛弃物的，对，你是说你白标了啦，标了之后等于是变成垃圾给人家了。OK， 这就是刚开始拿哦，这个一些零件，扳手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这应该是后驳龟的样子，调气门间隙的跟工具，哎呦，还蛮齐全的。刚刚这个好，排气管，我刚一开箱就有这一个哦，一个垫片垫圈，而且是弹性垫圈，看到没有？像这样子 ，OK。这颗我印象中不是全新的，它是前的物主，应该是蛮用心在收藏这只的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哎呀，这一个引擎是落入台湾人手中了，而不是在日本的收藏家里面。我不好拿，双手拿，试看看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看到了，这什么？然后引擎架后面的板子啊，如果没错的话，是固定引擎座的。你可以先预留打孔，你要选什么的，就在防火墙先钻孔，应该是这样吧？依我的直觉。啊，太难搬了呀！真的重哎，50cc 的。这个跟我之前，等一下哈，稍等一下，看到没有 ？FT300， 我这颗拿起来怎么比之前我拿Saito300双缸还要重的感觉？还是我太久没拿Saito300双缸了？化油器。这也是第一次在摸的。好，我验证一下刚刚这一个，我先插着哈。这个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防火墙固定的东西？合刚刚知道了，真的是合耶 ，match。这铝合金的，今天我们要如果要钻孔，这个呢就是做好的孔位给你放上去的，不知道是原厂的呢还是前。引擎的物主他
自己做的，我看起来还蛮精致的，真的。OK， 好，大致上这个引擎的状况还可以，没有咬屎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日本拍的东西引擎呢，在国外网站上买的引擎，最担心的就是引擎完全咬屎，哦，照片上看不出来，哦，这有时候会 bingo， 认赔啊，有时候真的是买到烂的引擎就认赔了，哦，好啦，开箱到此结束。